是非常的清新，非常的空灵，但是今天的造型很显然跟以往不太一样，有别于以往的造型哦。是，我感觉是有特别 set 过。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亮片的紫色的小洋装，然后这真的很难驾驭哎。我也一开始有点小怕怕，但是我的 team 真的是很 amazing。但是我一定要献给宝格丽今天的特别的专柜的开幕，因为 it's a very special day。对，因为其实像宝格丽这次的这个开幕，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盛典，就是一个 party， 所以这个深紫色洋装，其实上面还有亮片亮点。对对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一次还有在包包上面有带着 Maxi Shelley 特别的 scarf， 这一次也是七种perfume， 他们有七个不一样的丝巾，所以你可以放在包包上面，也可以放在你的脖子上面，也可以放在你的头上面，你可以放 everywhere。不只要让人看得到，也要让人闻得到。对对 对, 对，给大家这个感官上的这样子，让人家大老远就看到啊，那边有个顶级美女这样子。对对对，让大家没有办法离开她。呀、yeah, ，而且我还有注意到，今天 Julia 的妆容也不太一样。对，今天我特别还点缀了两个 orange。遵命。哎，就是不用那么毛孔都要拍到这么清楚的程度哦。不用毛孔都是有病，一点点粉刺都要拍到哦。不要，然后橘色在眼睛眼妆这个部分，所以特别呼应宝格丽的代表色就是这个橘色。所以看得出来 ，Julia 在今天出席我们这次的盛典的活动，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哦。那么事实上，这次 Ecor 香氛的专柜开幕，不单只是顶级香氛的问世，同时也是亚洲第一间将时尚单品跟香氛的汇集的重要据点。也看得出来，宝格丽对于台湾的市场非常的用心，也非常的看好。那么这次透过这个顶级香氛，我们刚刚已经抢先鉴赏到宝格丽的文化艺术的底蕴哦。那么有没有哪一个这个？因为我觉得其实先看外表的话，它的瓶子就是非常的简单利落，然后很像宝格丽的珠宝，就是有缤纷彩色啊，很远就可以看得到，然后被它吸引到。然后我觉得这次最酷的是它的一加一的搭配，不管是你要去什么样子的场合，或者是活动，或者是今天你的心情是怎样，你可以搭配出来自己的一个氛围，一个味道。 So I think that's amazing。 没错，就像我们的这个香氛，我们这次的香水瓶身本身就已经非常吸引人了，就非常有宝格丽的 DNA， 就是一些钻石财宝大胆的颜色的这样子的搭配。本身呢，香水瓶本身就像是艺术品一样，而它的香气不但你可以单擦，也可以叠加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七加六不是等于十三，是七乘以六，总共有42种不同的面貌、不同的香味，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你不同的自己。不见得我们一天只有一种面貌，我们透过不同的香氛，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不同。那么刚刚呢，今天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就是 Julia 筹备已久的专辑即将在12月2号就要正式发行。对对对，而且想必也是跟我们宝格丽一样，特别选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节。它是一个非常 party、非常庆典、非常欢乐，大家都想欢聚在一起的时节。那么，这就像我们这次的意式主题氛围，你有没有特别期待自己在哪个情境当中？我觉得我会选择 Fantasia Vanilla 这个香味的梦幻派对情景。哎，这很你哎。对，我刚刚因为我全部味道都闻了一遍，然后我发现我最爱它，然后刚好也很适合我这一次专辑的主打歌。因为以往大家可能会比较感觉我的歌声很慵懒、很 chill， 对，这一次可能的会梦幻的派对起来。对对对，派对要梦幻哦。对对对，是很懂姿懂姿吗？还是没有那么硬的懂姿懂姿，就是还是要梦幻的感觉。是 party party party， 但是是微微的温柔的带在里面。对哦，所以是一种温柔的派对，对，是一种梦幻的派对，真的好难想象。但这就是 Julia 的 style。那么也欢迎呢，大家12月2号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立马去收听起来。